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胜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玩看，我们今天看到这张地图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玩一阵子令。哈喽哈喽大家好，小白。哎呀哎呀，我就知道这嗷，哎呦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们今天要来玩一阵子令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就是我们现在人在一个施工中的建筑物上面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来到建筑物上面比较安全的地方来玩我们的一键指令。耶、yeah ，好痛！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机器给做好了。对，刚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么丑，绝对没有被它做这个样子。那个下面是什么啊？胸毛呢？胸毛啊，胡子。那个帽子是小白弄的、哦，为什么他要戴绿帽？你可以解释一下。汪达与绿帽。要是汪达你就出现这种巨像的话，我就直接退片。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帮我们启发我们的一键指令系列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，来个可怕的数字，好的，6666。因为我们今天来带宝们看看世界上不应该。Minecraft 世界上最小的鬼屋哦，最小的鬼屋，而且这个一键指令啊，它不只可以造出鬼屋啊，它还会造出一大堆 jump scare。所以今天啊，在场的有谁怕鬼啊？我知道某个人很怕这种东西哦。他已经吓到恍神了。今天那个一键指令啊，它不止会有就是最小的鬼屋，里面还有一些特别的道具，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。那我身上已经有一些材料了，那个材料分别是不死图腾、南瓜灯还有红砖。我们只要结果我要合成了吧，我们要站在一起、黑魔法对，好，来喽快笑，再丢下去，然后再丢下去，想的是哇，失败，歪了，再来应该要发生的、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发生吗？为什么？没有按开机。哇 ，What you doing？ 我们要开启机器啊、哦！这里有一个启动。有了，有声音了。好，这样子就会启动了。各击败，围在一起，来哦！嘴里面的咒语，准备跟我一起念。嗯哼，糖、香料，还有美好的味道。就会变出。再次，霹雳卡，霹雳达拉。波利娜，屁屁鲁多，奇怪，都会撞得不上。羽毛，你是队长，你走前面，你要往哪里走？你想往哪里走？右边。哇，小精灵，有小精灵可以许愿、哦，童话故事，真的。烂掉了，小白，你怎么可以走在前面啊？啊，对啊、哦，不，我犯了大错，队长先。大厅哎。对啊，东西都没了，没东西啊。嗯，有一个甜点桌，好，感觉起来也还好哦，对不对？嗯哼，没有还好啊。看起来很简单。对啊。没有，就掉了。小精灵在那飘来飘去而已，去楼下吗？队长，楼下，有这里。队长往前。队长，你走歪了，这样子才对。来。哎呦。好黑哦、喔！好黑哦、喔！有一个那个哎、欸，牢房吗？速度变慢嘞、欸，为什么？我也是。哎、欸，对，前面有个拉杆，队长，请吧，队长，释放里面的东西。拉杆，拉，对，进去看看啊！听说这个鬼屋里面有三样新的道具啊！哎呦，三样，你要找出来三样道具，进去吧。哇，走好吗？我用。哎，等一下，哇！里面有东西吗？我没看到，好黑哦。就没有、哎、一个锅炉，它三个东西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这里，我这里。哇、哦，我这里有。哦，有蜘蛛哇！那有一样东西我没有拿到。有一样东西，队长交给你了。进去哪里？里面啊！帮忙打，你要帮忙打啦！帮忙打！我们在外面打，帮忙打就好。帮你，队长快找。OK。队长加油，队长。东西在哪？揍错人了，东西呢？你看到东西？等一下。路 ，Why are you doing？ 路，你好恐怖！路，开门。路，我被咬死！路，我救你，不要揍我啊！快把他们两只锤死！
啊，腿不死，好强哦！里面根本没有东西，好不好？路！哎呀，我们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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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不容易锤到只剩一只哎！快讲！哇，好难过啊！好，对吧？队长继续找，路不能够走这么快了，队长开才能够走。好。如何？有没有线？不知道，你进去啊。什么什么线？我不跟着你，没有要再关门的吧？有东西，什么？是什么？真的有东西，真的有东西，真的有东西！好好好好，这是干嘛啦？哎呦，哎呦，我拿到了一个什么什么 pumpkin， 我放下来了。好，放下来了。等等，那个蛋看起来好恐怖哦！我要放了，不管了。好。五。哎呀，是一个南瓜灯。哦，舒服多了。哇，被爱了。被爱。温暖温暖，我不喜欢这里，好，不喜欢这里，因为我们还有一间没有开耶。不要上楼，速度变快嘞，有哎有哎，哎呀，舒服多了，哦，哇，好棒，是小精灵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有发现怎么了吗？什么东西？灯按掉了呢？灯哪？灯不见，灯为什么会按掉？感应式的吗？哦哦哇！感应式的智慧家庭哇！智慧南瓜灯，真的节能南瓜灯。买一送一。房间里面就没有东西了。好好好，走了啦！哇，好好好好棒的南瓜！走了，放我出去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这边有一个感应的南瓜。这个楼梯底下有没有警察？没有哎，还没有下去过。应该不要藏东西吧？有吗？有东西在后面吗？干净干净干净。好，好多箱子哦。可以随便开吗？可以吧？应该会有藏道具，我们要找到道具。好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等一下，我身上有一个奇怪的东西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我们的房子的蛋。哦好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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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找到了某个开关，玩得很高兴是不是？哎呦，叫！这个是哪一个？哦，这个啦。这音盖不一样，可以来演奏啊。What？ 原来是音乐器啊！有没有找到东西啊，各位？有，我有找到，我找到。哦，还不早讲？刚刚找到的这个在哪里？哦，那个放进去，我们一起看。好，他说他叫 Halloween Firework， 那个什么圣诞不是啊，万圣节烟火，万圣节烟火，哎呦，北京在房子里面放这看板，我们等下出去放，等下出去放，好好好好好，谁会想要在房子里面放烟火？最后一间房间还剩下一个道具，里面有个脑鬼在看着我，你走吧，对，是小精灵主卧哎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？哦，这边有阁楼哎！你看，哎，后面的女主人直接死在这个地方了。哎呦，你的声音为什么可以这么的阴啊？有听到声音吗？打开，哦，小白开，有听见吗？等一下，声音没有啊？有吗？100%，100%，好，100%。我不要，咚咚，哇，好酷哦，咚咚。啊，是脑鬼的声音啊！靠腰，走了，走还要走还要，哎呦！哇，被蜘蛛吓死了！躲里面干嘛？走开啦！又是蜘蛛，又是蜘蛛，又是蜘蛛！你们看我手上拿的蜘蛛，它里面有道具，我看一下哦。里面的道具是用那个啊，这样子就三个道具了嘛，对不对？真的这么快？这样我就拿着它了。那我们等一下晚点再走吧。好，应该没东西。我们要去阁楼。阁楼，看一下啊，路队长有职位在先。我在等。哦，我现在怎么上不去？去吧。可以上，走。等下这边也太黑了吧？都在你们身体里。就一张小床。我渴望爱心南瓜。哎呦，好，有了。哇，有！那我试试看这个，这个叫做 Thunder God， 叫做什么闪电神？哎呦，嗯，哦，召唤雷的，召唤雷啦！哦，那我召唤在哪里都可以吗？哦，哇，队长不，队长的宿命啊！哎，所以我是点东西可以召唤？哇，好烫啊，好烫啊！你们好可怕！东西都不见了吗？哇塞！我来了，啊！我东西呢？不见了，没有，被你吸走了吧？没有啊，身上没东西。我也没有。哇，东西也不见了。嗯，
神奇，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，这太假，太尴尬了吧？怎么办？哎呦，干嘛干嘛干嘛？你们不会突然按掉吗？什么东西按掉？没有啊，我会突然按掉哎、欸。楼下吗？你是被附身了你？嗯，我不知道啊。对，附身了。哎、欸，有怕啊、喔？哎、哦、呦哦哦哦！突然掉了，真的啊，快到你身上了！有！哇塞！哇，突然掉了！哇！哇，是诅咒哎、欸！好酷哦！听说有23个那个南瓜，还烟火不见了，有人把我们的南瓜灯、欸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在干嘛？哎呦！在干嘛？可怕啊！你刚刚我们刚刚在哪里找到东西的、啊？这里这间也有。哦，不可发生啊！我穿过来了，白色白色，怎么多？哇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剪了吗？为什么剪了吗？没剪啊！你为什么不快点剪、啊？哈哈哈哈哈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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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剪到了，我出来打开武器，快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走，楼上。烟火刚刚在楼上嘛，对不对？嗯哼。现在是谁的画面在闪黑啊？我的画面是正常的。我也是正常的。我一下。我也闪黑。变成路了。有。这很不正常啊。很乖。那个东西在哪里啊？不、欸，怎么了？吓死了！我是梗到。我拿到了。超神羽毛。不是我！闪电人在哪里啊？可是刚刚不知道什么攻击，我拿到储物箱哎、欸。但是我拿到烟火了，哎呦，吓我一大跳！掷弹，不要紧张，只是个弹。OK， 这里有东西。好，我们走！Go！好可怕！哎呦，米娜桑，怎么了？这里是哪里？嗯、欸，我出去吗、欸？怎么了？是墓园呢、欸？哎、欸！我靠！我还在按呢、欸，我还在按呢、欸！我怎么到效果到外面来啊？哎呦！我们刚刚不是在上面吗？嗯，黑魔法、啊！哇、哦！太夸张了！我来放烟火，来放烟火啦！嗯哼，欸、放烟火。在墓园开趴，哇塞，这不惊动死者吗？醒来！好美哦，真人版的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的，嗯，好漂亮哦，是，一点都不恐怖吧，对不对？嗯，虎涛，为什么旁边会有这个啦？是你们弄的吗？这里你们弄的，你看这个，嗯，这边还有草哎，那是我刚叠的。我跟你阿乐叫草，你看到底会喜欢今天的一件事情。即便今天是小小鬼屋，你还想看到什么有趣的建筑物呢？可以留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们。我们下期再见。OK，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6600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